同学们，最近咱班孙家宝啊，特别不听话，老是往沙发尿尿啊，三番五次屡教不改。这样的话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同学们帮我支个招来。菲菲，你说怎么办？靠墙站呢，罚站不行，我用过不好使。大辉，那是你姑娘，你说怎么办？揍啊，揍也不行。那孙杨亮护着不让揍，你看到没？看到没啊？冲冲，你最聪明了，你告诉妈妈怎么办？哦，给他关笼子里呀！你这招好啊，老师啊，聪明啊！你出来，家宝，你给我进去。冲冲，你出来，冲冲，你出来，就笼里待着吧，你啊，别出来了，饭你也别吃。做好了，开饭。今天我宝贝们吃的还是麦麸提的营养森林，里面有鸡肉、牛肉、蛋黄、果蔬，外加鸡肉松，39一包，2斤6两，55两包5斤2两。开袋了不吃包退有运费险，拍大包装的更划算。大包装的10公斤的是176，大型犬的是186哦。慢慢吃，好好嚼，有的是啊。麦麸迪大品牌，值得信赖。